方面就接得相当之好喎。你话继2004年雅典奥运喺男双方面，韩国嘅直情系称霸添啦，金银牌都攞咗。但系而家见到呢一班后生嘅后起之秀，真系个表现令人哋眼界大开嘅。冇错。这一场比赛呢，其实呢就是现在开始大家入局的了。看到呢就是韩国队的强攻，但不过很可惜李龙大呢网前没有把握这个机会。哇，这个假动作咁咧，基多亦都有嗰个嘅预约嘅出卖。斯里亚云咧判断得非常之清楚，再攞多分，13-9。在第一局呢，现在目前印尼的组合可以拿到四分的领先优势。哇，靓两板都。这个呢就看到基多呢就制造了机会了。看到斯迪亚云呢就完全呢就是不会白费他制造机会的心机。看到斯迪亚云本身已经不矮，再跳高埋这样高点扣晒下去，真的很难救啊。再搶多球，佢哋前半場嗰個嘅力量啊，係好強啊！但係見到咧就係基多啦，好可惜啊！白白咁啊，送翻一分俾韓國隊。咁啊，見到。呢球开咗过去咧，见到斯迪亚云就望一望咧呢个发球嘅裁判，咁啊谂住咧呢个裁判就会判翻咧韩国队嗰方面咧就发球有犯规，咁啊但系主裁判亦都啊确认翻呢一个判决，都系将分数俾翻咧韩国队。哦，俾佢闹到啊！出界的，咁咧就系见到郑再成咧，佢哋谂住系先压啊，咁好可惜啦呢球波，机会就系噶啦，啊好可惜啱啱出咗去。16-13。咁啊！而家韓國隊仲係落後緊三分。啊！見到咧，基多咧連續兩個後場扣殺之後咧，咁啊諗住咧就係鄭再成啊諗住轉翻一個方向啊！咁可惜咧，就系打出界。李龙大咧，其实都失咗位噶啦。好清楚聽到施善元咧，咁試煙呢一球出界波，印尼都再攞多分，18-14，都係保持緊四分嘅優勢。見到咧就係印尼隊嗰個嘅頭三拍咧就係
打得非常之好啊，又可以控制到嗰个嘅节奏。嗱，见到西地亚云咧，成日都咧谂住咧就系喺网前咧，就可以攞到个机会啊！嗱，见到反应非常之快啊！嗱，成日块板喺度上去养啊，因为点解？因为其实咧就啱啱见到，如果个波提升紧嗰阵时候咧，如果佢唔拉起块板咧，就啱啱挡唔切噶啦。哇，好穩陣啊！呢、這個咁樣嘅企法，見到咧就係基多啊，突然間咧就轉變咧呢個轉線同埋轉翻個唔重殺啦。見到兩位球手全部都企曬後邊啊，李龍大撲到好盡啊，冇辦法。我都見到再一次一個轉向，李龍大一失位嘅時候咧，斯迪亞雲咧。亦都即刻啊！第一時間將個波打翻去佢個邊嘅長區，20-15啦，五個 game point 在手啊！印尼隊，但係先失一個，斯迪亞雲咧就抽到落網。就印尼隊咧救曬翻去啊！呢、這個咁容易嗰個咧就係西利亞雲咧網前咧就係失誤啊！咁其實呢個真係幾少可啊！犀利！今次冇甩拖啦，咁啊繼續都係用翻佢嘅雙腳起跳嘅高點扣殺。咁啊，基多咧亦都為呢個印尼隊首先啊打開呢一個嘅勝局。在第一局先不投籌，印尼的基多和斯迪亞雲以21-17贏波。轉頭回來欣賞第二局的男雙決賽。